哦，这桥上这么多丧尸啊！来了，兄弟们，有没有看我身上的装备？军用迷彩裤、防刺背心，还有一个大容量东西，一台单车。不幸的是，它轮胎漏气了。庆幸的是，小胖爷总算进，都挺好的。我来河边主要是补充一下水分，顺便洗一下衣服。如果不小心被丧尸挠到的话，身上的伤口也会被这些脏衣服给感染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。下一个目的地吧。我现在所身处的地方在 B1， 我的前方 A0 有一处绿色的标点。我在地图上总共发现有四处这样的标点，不知道那里会有什么，就去这里吧。不上市啊，完了，我靠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车，我的脚力你追得上吗？来，继续追，就等。完了，把我腿腰带在这里了，赶紧治疗一下，先用酒精消一下毒，再包扎一下伤口。我这不是为了击剑，害得我遇到丧尸了，一点都不抗揍。算好我单有后福啊，蹬了半天的单车，我总算到了这个绿点。这是一个大型，还有一个很大的武器商店。你看他卖的都是些啥枪、夜视仪、镶金的沙漠火箭弹，这才是男孩子该逛的商店嘛。整两把，先整把步枪，整把 AK。哇，我真的是山炮进城啊，哪来的勇气逛武器？